行，好的。走，双娇。嗯，哇，你今天穿的好漂亮啊！是不错，但是我还是觉得花的那件比较好看。你要提高自己的审美，多看点杂志啊。你觉得怎么样？我穿的也不错啊。今天是要去干嘛？是不是去相亲的？傻八卦。 哎，顾总好。顾总，是，这个是您借给我的衣服，我已经洗好熨好了。谢谢，你穿这样真好看。是吗？我还担心穿这样来公司会显得有点太招摇了呢。不会，真的好看。嘿，谢谢。 顾总，我去换工作服了。好。顾总，再见。你这样，你试试，你按三下，三下之后，它就是另一种模式。还不错。 倩姐，那我就不多打扰了，还是希望你多考虑考虑，等待你的好消息。倩姐，人事部说我今天可以转正了，只要你签个字。你觉得你可以转正了吗？ 倩姐，要是因为世双娇跟顾总的事的话，我保证，那真的不关我的事。我不知道世双娇那家伙怎么勾搭上顾总的，所以这件事情真的不能怪我。马克，进入职场首先就是要有责任感。你上次随随便便拉了个人来录节目，不仅使节目开了天窗，连后续的人仰马翻。我没有办法签这个字。 李先生，我说了不需要保洁。我这次给您带来了全新的清扫方案，保证照顾到你生活的每一个细节。不需要，以后也不用再来了。李先生，既然我们公司接了您的单子，为您清扫房间就是我的义务，而且我这次考虑到您的出行还有活动，比一般人可能来的困难一些，所以特地为您的特殊情况做了一个详尽的计划。你什么意思啊？ 少自作聪明了！我告诉你，我不需要保洁。哎，李先生，我这次可是带来了全新的清扫工具，经过我的清扫，你就可以过上和正常人一样的生活了。哎，李先生，滚！我不需要你的同情。 你们那个草莓奶昔也太抢手了，每次来都卖光了。是的，我们草莓奶昔上架就被卖光了。那我下次早点来。牛奶16元。我手机没电了，我去充个电。
你帮我取消了吧。啊，好，谢谢。这个一起结吧。你为什么把我牛奶还回来？加班也是很耗费体力的。我爸做的很干净的，餐具也是干净的。谢谢。怎么样？好吃吗？不难吃。不难吃，明明那么好吃。是吗？因为我不饿。再吃一个吧。你怎么好像每天都不累啊？嗯，每天看起来开开心心的，不管做再辛苦的工作也从来不抱怨，一直这么有热情有活力。你真是这么觉得？不是，金叔跟我说的，所以我想说他会这么说应该可能有他的道理在。顾总，你夸人可不可以走心一点？再吃个饺子，再夸一次。你做了什么值得我夸奖的事情？我看你整天加班。其实也没有了，还是那个运动员的单子啊。我方案做得这么好，门都没进去。你这个方案，比如规避死角，还有降低储物架的高度，看似为他提供了便利还有整洁，但事实上呢，就好像把残疾人三个字写在他脑门上了，有那么一点伤人自尊呢。哦，
是啊。